扩阔音乐的视野，体会生命的色彩。诚意邀请你来到和我 Eric 畅游 CCM 的世界。本期 CCM 专辑 Israel and New Greek。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你们再次回到 AHM 音乐台去收听 CCM 的这个环节。神爱世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经验过的真理。去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爱神爱人。有时我们或者会觉得爱神的观念有点抽象，而 Israel Houghton 就用音乐去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藉着爱人去爱上帝。 Love God, Love People 是他2010年最新的专辑，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歌曲，就好像上次介绍过的 You Hold My World， 还有 Yahweh The Lifter， 和今次送给大家的主题曲 Love God, Love People。问下你上一次为了人的遭遇而落泪是几时呢？我们会不会在忙碌的社会中打滚而变得感情麻木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去透过这一首歌一起去起革命，去爱我们的邻舍，去关心我们四周的人吧。